танцует боско, просто не делай тише. Кричали отголоски, вечер моя на вылупку.请亲。啊！哎呀，擦！ 哎呀，玩命了，操！命没了，操！哎，低调点行不行？ 啊！这都是骗子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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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50公斤你信吗？我信。120斤吧。120。哎呦，真的！讲进心率，对，就是每次要进心率。行，行，来，你这个很累。有点翘起来了，看吧。平，尽量平，尽量平。哇，也很厉害，太难了。这个体力得下降了。注意到，这么近还是到达？还排你肌肉上？还是压着算？都是腱子肌肉。在那片星空下面，我们手中你也只许过我心情。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，他成功的抓起了145公斤。我们看看他今天的表现。漂亮，成功。我们预祝李发兵能够成功举起这个重量，这个重量非常重要。如果是说在奥运会上举起这个重量的话，凭借他抓举的实力，可以这么说，对夺取金牌充满了非常大的希望。哎呦，送的有点急了一点点。好，停稳，漂亮，成功。李发兵刚刚挺起180公斤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加快，加快，好的，好的，看，你明显左右左右摆的太平了。